敢不敢来甘肃天水吃麻辣烫？咋都让我去？那地方得有1亿个人。那我们去吗？走，现在就买票。成呗，主打就一个肠粉，好死我！你不是要去看的票吗？天水麻辣烫，我来了。出发了，8点半下飞机了。这点还有麻辣烫吗？啥麻辣烫呀？咱还得坐3个小时火车呢。啥火车？临时买票没有直达。走吧，3点多的火车还得等2个小时。睡得真香。终于上车了，吃口麻辣烫真不容易。3个小时的硬座很快的，加油。一路从晚上坐到了天亮。你讲，放吧，行，都下车了。到天水了，麻辣烫，我来了。是这边吗？怎么开门啊？8点多，应该也没人这么早吃麻辣烫吧。对不起，刚才找错地方了。来，这才是。这才8点。我的妈！咱这得排到啥时候啊？都是人了。乌泱乌泱的，再看那是不是那个盲窟那大爷？是的。打卡排队去了。走。这儿还有。我的天哪！起码4个小时起步。这麻辣烫是得有多好吃，能排出2条街？听他们说，早上4点就来排队。4点，路太长，得拿着板凳排队，只能一点点往前挪。这就是我们家。这个队仿佛没有尽头。凌晨3点半。3点半来的。我1点半才买上。你问他们。对对，真的。凌晨3点半来的，上午1点半才买着。小哥哥，那个排了，我们大概几点能吃上啊？估计就到晚上9点到10点左右了。要不可以，撑不住了。最火那家我排不上，换一家吃。应该味道差不多啊。应该是。终于下锅了，加上了各种秘制的调料，浇上灵魂干骨辣子，充分搅拌一下，出锅了，好香啊！最后再涂点辣子，撒上葱花、芝麻。好了啊，现在是下午4点，花了20个小时，我终于吃上这口麻辣烫了。就不应该排那家，不然我们早就吃上了。这20个小时的麻辣烫好吃吗？好吃，麻麻的不咋辣，麻的有点那个辣条的味。天水麻辣烫的辣子不辣，主要是辣子的香味。建议大家有机会可以试试，手擀粉也不能错过。今天很好玩，超好吃。今天得4顿，夜宵还得吃一顿，爽！我撑死了，我嘴还想吃。虽然我没尝过那家味道啊，但我觉得应该不止就那一家好吃，随便找一家，我觉得都挺香。真的香，赶紧来，快来！